新北市跨年烟火及跨年晚会系列活动在淡水渔人码头登场了，那么烟火秀呢也现在开始释放，赶快来看。New Taipei City， 耶！醉了！闪耀新北，掀起1314。一开始我们以烟火写出 New Taipei City， 预祝新年快乐，点亮新北，带出气势高昂的精彩画面，也为2024金龙年带出气宇轩昂、一飞冲天的期待。拿起你的手机，把这个漂亮的烟火录下来。揭开第二篇章，与我们一起共同迎接满城烟花。轮转千彩的烟火在空中绽放，如同花园般缤纷美好，就像新北市多元融合。在这座城市里，我们各自精彩，也团结美好。全台唯一的跨河烟火，哇！我看到了，这水面搭配着烟火互相呼应，超美的。这里真的是观看烟火的绝佳位置。我七彩的 LED 灯哎，对，哇，天空中所出现的就是我们的美食阿给，也希望大家年年丰收，日日是好日，年年是好年。充满节庆的热闹氛围，而烟火如同巨龙翻滚于河面上。让我们一起期待张灯结彩迎新年。开桌台湾麻将，过年期间好友凑。来到第五篇章，我们将黄金山城的故事书写在空中，金黄色的烟火弹在空中垂落而下，所形成的金黄瀑布代表瑞芳灿烂的黄金文化。天哪，这个也太美了吧！天空就跟一幅画一样。欢迎来到浪漫花海，与我们一起欣赏山河之恋。
美景。
拥抱、关心所生活的环境，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平等、包容，去为彼此祝福。每个人都可以是让世界更好的英雄。现在，让我们抢先目睹遇见淡江大桥的状况。透过光营造出影像，以火展现荣耀。2024年，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大步向前。还记起年轻时，每到下课就和同学们冲去网咖，通宵玩这个游戏，在新手村里一直。